霹雳英雄音乐精选41，霹雳惊鸿之刀剑春秋聚集原声带2，马上就要与大家见面了。双 CD 强档收录20首精选配乐及4首遗珠曲目，本周超级霹雳会就要带大家抢先看到霹雳英雄音乐精选41中所收录的精彩曲目《侠影惊鸿》。浩旭老师作品气势磅礴的管弦大乐章，融合东西方乐器元素，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，仿佛在预告新一波武林浪潮即将席卷天下，轰动武林。春秋剑锋，丁天木老师作品，乐曲原以神话为创作主题，渐进的节奏，铿锵的极点，伴随着沉稳内敛的旋律，刚柔并济，表现出一骑行因绮罗生之死的悲愤与报仇的坚定意志。黑玉妖皇，孙敬凡老师作品，规律的金属敲击，随之而来的原声低吟，带出妖力诡异的旋律，灰暗的曲风营造如幕后黑手的神秘气息，暗中操盘，而卷走呼来的节点奏集，也预告着一场阴谋诡计的催生。望尘缘，黄建琴老师作品，乐曲以淳朴农居为发想创作，仿如身处一座古典传统建筑的农家村镇，人民和平相处，彼此间互相关照，一如剧中会作残而不废，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，皆能以平常心淡然处事。天骄，阿伦老师作品，以锣把、小军鼓、守灵鼓等敲击乐器气势开场，最以短促的人声怒吼，强调玉宇天骄的霸气和高傲，营造浑厚震撼的穿透力，形塑这位来自战云界的英勇神将。雄音乐精选41，结合动漫音乐、乐谷工坊及小爱工作室的精华，以鲜明多变的乐音带领戏迷朋友们回想刀剑春秋剧集中的精彩片段，也请戏迷朋友们多多支持与鼓励哦。